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收看刘伯武的 Uber 司机租赁靠行团购买车实战手册。刘伯武之所以要录这则节目，最主要是因为每天有太多的司机来问靠行的问题，还有买车的问题了哈。那最后刘伯武呢，都会帮他们找到适合他的车行，买到他想要的车子了哈。那从这个团购买车讲起好了。那刚开始就是零零散散的，每个礼拜都有司机来问刘伯武说，那个我需要买车啦，那有没有认识的车商啦？那刚开始我就是根据他需要的车子，然后我介绍我认识的车商，让他们去看车啦哈。那成交的几率也相当的高，因为Uber司机就是真的要买车来靠行来开Uber啦。那可是有一天我灵光一闪，就是说，这个每一次一个去跟人家讲价格，那个折扣都不会高了，那为什么不合起来十个一起来啊？十个以上一起来买车？那刚开始这个构想从 Toyota 开始，真的成团了，真的十个成团了。那刚开始我有研究网络上的这个团购买车的这个结构。看那个样子是都拖好久，都拖一两个月，然后也真的有成团，但是时间拖太久了，这个对 Uber 司机来讲，这是不可行的啦，因为我们就是要赶快上线的赚钱，你拖个两个月才成团的，这个都不成人样了。所以，我就试试看我的方法，看可行不可行。果然可以，我把每个礼拜大概五六个这样子在问的。那就把他们凑在一起，同样的车款啊，同样的车款五六个这样子凑在一起之后，真的十人成团，就这样一团、二团、三团、四团，就一直下去了。有人说，这样团购会比较便宜吗？这个用猜想，用想的啦，不一定要做了，想的。你买一台车跟买十台车，那个气势真的是不一样，所以你价格就是可以跟人家谈啦。那车商也很愿意的跟我们谈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要讲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啦，就是哪些人开不了 Uber。 那我先讲一定开不了的啦哈，就是你有前科的，有判刑的，无肇事记录上面有记录的，这个都很不好意思了，就没办法了，你真的要找别的工作。那我当然了解说，像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要找工作真的有困难。那一天我听到一个来找我的了哈，更衰的。那真实性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就这样讲了，他讲我就听。他说哈，你可不可以跟 Uber 讲一下，就是说我那个良民证哈上面有记录。是诈骗的啊，但是因为我，可是这样好像也讲不清哈、哦。反正他说他被误会的，他那个人头被盗用的还是怎样的啊，所以良民证上面是有记录的。那我跟他说，那个审查的人我不认识了啊，也见不到面了啊，你拿上去的时候，人家就是把你打枪了。哎呦，小鸟救鬼啊，在路上很多那个班嘎啦，还有现在一些黑夜的鹦鹉，真的是有时候都做皮耶，都不怕你啊。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法帮你过这两关啦、啊、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听我们解释啊，你良民证上面有记录，但你是觉得你是受委屈的，那我了解，可是真的没办法，帮不上忙。就很遗憾的，但他很客气的说谢谢。我想这样的人要找工作，真的都有他的困难度。那另外的，所以啊，真的是要做事都要很小心的、谨慎的。那另外一个是无肇事记录，有酒驾的，然后有反正上面就有记录，觉得这样也不行，这样也过不了关了。刘伯武在这上面。都真的帮不上忙。好，那另外有几个哈，就比较特殊了。这是我自己这里的统计哈，没有办法开 Uber 的，除了刚刚讲的第一个无肇事记录，第二个良民证，再来就是太太帮先生问的，
哦，你也觉得奇怪，哎，他在帮先生问有什么特别，为什么这里开不了 Uber？ 哎，真的，十个不会成，太太帮先生问的。那我就会说，哎，你叫你先生，我刚开始还没发现啊，那后来就发现，就跟他讲，哎，叫你先生直接赖我了。好啊，我跟他讲了，你把你先生赖给我，我跟他讲，后来都没有办法联络，没有联络，所以这个开车要不要赚钱哦？大部分都还是男人的事了，如果是太太出面的话，通常就是半强迫、半推半就了吧，这个就成不了事了哈。好，那在这里原因我不知道了，我这边的统计就真的是太太帮先生问的就不多了哈。好，第二个是车子超过十年的，比如说他过来就说我车子12年的，然后就拍照片给我看，我看拍到照片给我的，通常都不会成，因为他要说的是说我虽然车子很旧了啊，不是车子年份是旧了一点啊，但是十几年了哈，有看过20年的。但是保养得很好，外观都很新。我跟他说没办法咧，这个虽然规定是十年了，但是在技术上5年以上其实都有点要找牌的问题了，还有牌要买牌，那个买那个租赁牌啊，那个费用都很贵了啊，所以就没办法了。你已经15年了，那个车子你卖掉也没残值了，没什么残值了吧，然后你只能卖旧车买新车或是租车了哈。可是这样的人连租车都不租，很奇怪。虽然现在很缺车，你想租也不见得租得到，因为哦小鸟卖下皮了吧，哦是啊，就贵了，这样你也开警车也危险了。都市里面的小鸟就是这样子，那皮，因为他每天看车看久了，就变路上的三宝加一宝啦，四宝。哦，刚刚讲到哦，车子如果是已经来到那种十多年啊，哦，甚至20年，这个都开不了了。其实卖掉然后租车也开得了，可是就我自己的心态的分析啦，能够把车子摆那么久的，大概都是很特殊的个性啦。你这样熊希望他改变一下，哦，然后突破一下，去考职业驾照，这都要勇气的。考职业驾照也需要勇气，你知道吗？哦啊，因为突破啊不一样啊，然后要靠行，把车子靠行，这也需要勇气耶，这通通需要抉择了。但在缺钱的情况之下，大部分都是会鼓起勇气来做这件事情的。好，再来。讲到第几个了，我也记不起来了，反正就再来了。嘿，再来就是那种不缺钱的，哦，不缺钱也是一个问题哦。就是他就是问问而已啊，然后没有很缺钱，这个其实就少了一个动力的。啊，少了动力之后，就问一问就没有下落了。哦，这也是普遍的一个情形了哈。好啊，另外一个就是。很缺钱，缺到什么都没有啊，怎么都没有，因为你要租车就要保证金了 啊你买车你要也要有，欸，那天还遇到一个情形，最特殊也很特殊，他跟我说我现在有一台这个，我现在有一台车啦啊，已经7年8年的啊，我要靠行啊，但是呢随时哦会被拖走。我说这是不可行啊，你要靠行你随时会被拖走，这个怎么可行？因为你靠行是要挂在车行的名下，你跟人家说你随时会被拖走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说你只能用租的吧，租的，然后要保证金也一样的，保证金也是有困难，但有的车行还是会行个方便的，但是那是少数啊，因为他判断你是真的，有心要来努力赚钱的啊，哦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那他也许愿意跟你帮你一个忙了哈，哦。那刚刚讲的太太帮忙问的车子超过十年，
还有不缺钱的，还有缺钱缺太多的，良民证跟无肇事记录没有的，哦，还有一种怕的，就早期有无？哦，完了会脆蛋呢，小蛋呢，拍摄饮一下茶。早期那个有无白牌年代，怕的，怕被抓了，但是怕说那个监理所来抓白牌的了哈。那当然，那时候所有的 Uber 司机都是怕被抓的，但是有人就是怕到连出手都不敢出手，不敢上来开啊。这没有对错的问题啊，这是你欢喜的后啊，你个人的抉择了。可是那时候 Uber 摆明的就跟你说，那个抓到了好像是五万六万，忘了，年代久远了哈，忘记了。虽然之前都是天天接触的，就所有的这个抓的费用哈，被抓的啦 ，Uber 帮你出了。Uber 负责就对了，啊，但是讲的要这样讲啊，线上司机还是会怕啦，因为其实也觉得很麻烦。那有的就这样一直问，一直问，问到最后 Uber 白牌倒了，他还是没有出手，没有开了哈。但这个人的抉择没有对错，你高兴就好。只是说在我的统计数字里边，怕的就是不会开了。啊，现在呢还有，现在还是有，还是有。你说现在已经合法了，对不对？然后。顶多就是你那个租车单，就所谓的派车记录啦，租车单、派车记录没有填写清楚的，比如说乘客、租车人没有填写清楚，身份证字号没写，名字没写，地址没写，电话没写，然后刚好稽查过来一稽查，一看填写不实啊，就开你单子啊。虽然这个罚单都是罚车行了，不是罚司机啊，但是还是有司机。还是还没有进场的人呢、啊，就会怕这个说啊，现在不是会抓，不是啊，现在已经合法了。啊，怕什么？另外怕什么？怕那个车行倒了，因为在实务上，你车子你要跑车Uber， 然后你一定要靠好，你跑计程车也要靠好，就台湾的规定了啊，跑 Uber， 那你要成为代雇驾驶。啊、你的车子、啊、一定是要过户给车行啊，过户车行不就是名下买卖给车行吗？对啊，就是卖给车行的意思。虽然那个最高法院有解释过，有判例过，就是说这个表面上实际表面上是车子过户给车行，但是它不是属于民法的买卖行为，他反而是他倒是信托行为，所以所有权在名义上虽然是车行的外观的哈，但实质的所有权还是车主的。所以这个靠行的制度是为了便宜啊，我那时候把它念成便宜，人家讲说哦靠行比较便宜，讲错了，便宜形式啊，便宜你能够开啊营业啊，你个营业，因为台湾的规定就是你要营业就一定要靠行。便宜营业，所以它不是买卖，不是物权的移转，是信托行为。这不是刘伯武说的，这是最高法院在30年前的判例哈，就这样子啊。如果你这一条关过不了的话，就真的没办法了，你就是不要开啊。你嘛惊，你惊车行倒嘛，对吧？对啊，我也怕，但是你所有人不管你怕不怕，都是要靠行。所以就是找稳固一点的，他现在手上已经100多个司机了，要斗大家来斗嘛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怕的啦，怕抓怕倒的都有啊。另外一种呢是女的，那我在这里要讲的是女的是比例的问题，只要过来问女的，除了刚刚讲的女的，我会特别注意她是不是帮先生问的，那有看很柔弱，都不像是能够开 Uber， 我就大概知道他是帮先生问的啦，吼，就看，那还嘟嘟，好，就看起来听起来很柔弱那一种的啊。如果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就是说报告，吼，我知影讲这是一定我都塞，哎，啥物代志，我要塞 Uber， 吼，对，女的、哦，看起来就很豪爽那种，嘿，一定行的啦，嘿，就讲，一定都成的。那种听起来很柔弱的，
啊，这太柔弱了，他不适合，他也不会打过来了，所以大概比例上来讲，女的打过来的机会都不高了，20个才有一个女的司机啊，这柳伯这里的统计啦，我自己的不是官方的，官方从来也永远不会有统计资料出来给你，有的话也是那种不重要的统计资料。好，所以女的爬山也不多，但是也有例外哦。但她不是 Uber 啦，就是计程车。我在金门看到很多女驾驶哦，啊，真的比例还蛮高的，可能有三分之一哦。金门啊，她是开计程车啦，就在机场那边这个等客人的。啊，只有 Uber， 只有计程车能够随招随揽的。我们一般的 Uber 啊，职业驾驶车行这个通通不能随招随揽，包括多元计程车这也不能随招随揽的，只有小黄，你车子是黄的，黄色的小黄，你才可以随招随揽的哈。好，啊，说金门的那个女驾驶，就真的比例蛮高的，我看到三分之一有，因为我时常在金门进出。我时常会经过金门的、啊、就会叫那个计程车来做，常常叫到你的那个司机啊，就在那里排班。那还有一种是我在金门住的时候，那个开过来不是计程车，因为他们是小地方，然后那些大概有哪些人都，那些人其实都互相认识啊。所以就是你叫车，他开的车是普通的车，有时候会白牌了，不是计程车来了。银行你招计程车，车无够用，伊转甲厝的车塞过来给你载了哈，这个就是白牌了。但是小地方根本不会有人抓了，大家拢熟悉，都像一件像一件，那有可能给你抓了没有？那个地方不会抓白牌的，我所知道的啦，他跟我说的啦哈。好，那还有没有没有办法开的？啊，对，负债太多的不能开，这个也有讲，但是这也不一定啊。负债太多的，他有的力争上游了哈，还是可能还是有成功的案例。那有几个我们觉得说好像不太适合，哈、哦，但是还是开哦。啊，我讲这个是要给各位一个鼓励了哈，包括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鼓励。小儿麻痹的可以开，你相不相信？有啊，怎么开？车子要改装，所以有一个印象一个大哥了哈。那台湾早期小儿麻痹的比例是有的，像我读国小的时候，我那一届大概有400人左右，有两位女的同学是小儿麻痹的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疫苗，疫苗还打得不完整啊，当然现在已经出现的几率不高了。所以如果有小儿麻痹的，大概都是要40-50岁以上，50岁以上的机会比较高。就是有一位伙伴跟我年纪是一样的了哈，电委会啊，他就是小儿麻痹啊。我说啊，这样能够开吗？你打那个油门打刹车，我都用打油门啊，够小块有力的啊，打刹车一定没事。所以一车一定要改装，车要改装了哈。改成那个刹车是用拉的，就我平常用踏的嘛，他刹车用拉的，不是手刹车，就是你脚踏车要改成用拉的。他说这样可以了，就一手开一手控制油门，一手控制这个刹车了，那这样去改。后来改成了啊，我就问了好几家那个车行了，那终于找到一家车行，愿意帮他的忙了、啊，他其实也保证金拿不太出来，他说后来愿意帮他的忙，也在路上跑了，然后，所以这个身体的条件都不是问题，心理的条件才是最大的问题了。所以能不能上线呢，真的都看你自己。还我再讲一个例子，你就会开始，我们自己会开始觉得惭愧了哈。还有耳聋的可不可以？就是听不到声音啊，嚯、哦，这足忝的，加拍字可能拍几百次，然后字内底可能要到一万字了吧，有吧？哦，那我先写一篇论文啊，你来写一篇小说啊，滴哩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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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无得讲啊，伊耳聋伊听无啊，伊我都甲你讲，伊嘛是记名才有咧讲啊，啊通常这种讲嘛是袂足清的，伊可能细汉的时阵都听无啊，所以无得
讲迄无多表达，无多做清的，啊，都爱直直拍伊，我拍到要戆咪呢，后来也上线了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 Uber 系统里边也是会注记那个司机，就是我是音亚人士啊，人伊嘛足厉害啊，比咱这好脚好手诶，比咱这耳孔听有、目睭看有诶，眼睛看不到是一定不能开的，这我都这里先天，但是耳聋还是可以啊，耳朵听不到的是可以的、啊、嘿，好、哦，这东西好咱足大的努力了哈，足大的鼓励了哈。哦，骑电动车够我多逆向，对了，可以啊，反正基本套炸了，无车。啊，还有呢，那个音压的，就是 A 教的，啊，拍起来讲较无力嘛，没有办法讲话的了，要一定要比的那个，也是可以开 Uber 啊，哈、哦，为什么？反正就是系统接嘛，一边找钱，一边提钱。唔免甲人客问讲你要对，就看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啊。虽然沟通上都有点困难啊，所以他们一定要用写的，这样召开啊，一样上线。刘波的辅导例子里边，耳聋的、听不见的、没有办法讲话的，一样办法开啊。但是对我来讲，这个辅导的过程里边就是很累，很花时间啊。但是人要开我一点拢袂拒绝的，还有一种是喜胜的。洗肾这样会不会太累？可是他跟我说不会，他可以。我说啊，你每天洗吗？他说还没有，我没有每天洗，我一个礼拜要洗两次。我这样也很辛苦，一个礼拜洗两次，这应该很，哎呀、啊，所以身体很重要。可是呢，身体很重要，但是你心理很健康，很有毅力，其实还是 OK 的哈。所以哪些人不适合开 Uber 哈？这个刘伯自己很清楚，我辅导几千个案例，真的几千个哦，几千个案例，这个大部分不会成的，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啦，太太帮忙问的，车子超过十几年的啦，不缺钱的啦，怕被抓，怕车行倒的啦，还有良民证没有的，这个先天没办法，无肇事记录没有的啦，都有记录的，这都不行的。啊，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，然后就是刚好十九岁、二十岁，还没有驾照，但是没有职业驾照，还不到21岁了哈，所以就叫他先了解准备了哈，常保持联络。21岁那一天才来找我了，这个没办法，少年家想要赚钱，但是就没有职业驾照，你就无得使。以前可以哦，以前、欸、也不行，以前是白牌，也是21岁 Uber 才要了。所以就录到这里了。这今天就讲哪些没有办法开 Uber， 轻松一点的，都不要讲，好像很复杂那个样子。OK， 拜拜。啊，对，喜欢刘伯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。讲的不好，你那个按赞，啊，按分享，你朋友需要的按分享，啊，不想错过任何一集要按订阅，还有什么可以按的？好了，我如果人家问我、啊，然后我没有时间回答，你帮我回一下了，就这样子，帮个忙。我不然有时候问题还真的很多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啊、我如果一忙，对不对？人家早上问我，下午都还没回答，就做拍摄。啊，你懂了就帮我回一下了哈，帮个忙，谢谢。OK， 拜拜。走着。